像我们所看到的是许多退役将领甚至依着黄埔建校99年，然后被这个邀请，然后要组团去那边一起来庆贺，这算是令人摇头，所以这部分老师您怎么看呢？我对于这个台湾的所谓的退将这么一连串的一种舔共和这个亲共这样的一个作为，其实我应该在这里给予一个最严厉的一个批判啊。所谓最严厉的批判，就是说我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啊，基本上这些退将是领着中华民国的国民所缴纳的税，给你这个退休的一个退休俸，乃至于其他的这个优惠的待遇等等的。你领着这个国民给你的退休俸，你做的呢确实是舔共、贵共这个亲共这样的一个作为啊。我觉得在良心上说真的是一件过不去的事情，也对不起台湾2300万的同胞啊。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看，就是说这些所谓的退将啊，过去就是将领在还没有退休之前，你想想看他在我们的部队训练、教育、领导我们的官兵啊。今天我们的官兵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昔日的长官今天都跑去这个亲共舔共了那么当年你是怎么样带领这个国军？甚至我要更尖锐地问，那我们的国军在你这种降将叛将的这个领导之下，还能够打仗吗？甚至对于军心士气本身的打击是难以想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军的这个官兵会看到，就昔日的长官是如此这样一个作为。那他都可以去大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可以去，或者是我们也应该是比照这些昔日向他敬礼的长官到大陆去所以就说，与其你说是退将，我不如说其实就是叛将、降将而不是我们真正我们所尊敬的一个国军的将领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还有就是说，去大陆的各种借口各种说法本身基本上都是荒诞不经的你比如说用这个黄埔这个什么同心会黄埔同学会等等这些东西，我请问你们这些退将，你们呢有没有什么资格来跟这些这个黄埔军校称作所谓的同学我坦白讲，你的学长黄埔军校真正正牌的一个学长大部分就是为国捐躯了就等于就是为了国家献出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你有什么资格和他们并驾齐驱？你有什么脸可以说你是叫做黄埔同学？或者是黄埔同学会的成员所以打着黄埔这个军校同学的这样一个旗帜做了干的都是中共统战里的勾当这样的一种做法本身，我觉得就是一种叫做说你无知是一种最不可原谅的罪恶。如果你是故意无知的话，那更是不可原谅的罪恶所以我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想给台湾民众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观念就是交流这个概念因为不论这些黄埔的无论这些所谓的退将，或者是国民党当局都认为就是说交流总比交恶好嘛然后这个对话总比这个对抗好嘛等等的。我请问你，带几个大学生到大陆去跟大陆的大学生聊聊天，这个叫交流吗？那么去参观几个所谓的景点，这个也叫做交流吗？去跟他们的这个长官他们的共产党党员坐那个高铁，这个也叫交流吗？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这个交流本身，是可以带来和平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天真。我在讲和平是什么意思？和平是至少两个国家或者两个政府通过一个正当的仪式签署这个和平协议来达成一种双方和平的共识，甚至有时候还要国际组织或者是第三国家来做一个见证的一个效果，这个才叫做和平如果说带几个大学生到那边去聊聊天坐坐高铁参观几个景点，就叫做交流，而这种交流就能够给台湾带来和平，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天真而且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我今天我要力劝这些领着我们国民给你的退休金的这些所谓的退将们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摸摸你们的良心，你是不是对得起国家？你是不是对起曾经你领导你的领袖？你是不是能对得起全台湾的2300万同胞我认为你应该要悬崖勒马要立刻停止这种媚共这个亲共的这样的一种呼应中共统战的一种投降的行为。是，我们谢谢宋国成老师。接着，我想同样的问题，我也请教一下张国成老师。老师怎么看待这些退将抱着黄埔精神，然后一起要组团、纠团，然后到中国参访的这个看法呢？没有黄埔，这个是100%的统战
因为第一个黄埔军校本身来讲，它是一个苏联援建的系统啊，那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国共合作最具体的痕迹嘛。那周恩来当时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啊。然后黄埔里面出来许多的啊，这个毕业生后来也都在中共方面这个扮演了非常巨大的角色。倒是国民政府这边其实很多我们熟知的抗日名将啊，这些知名的人士都不是黄埔毕业的。啊，譬如说蒋中正自己当然不是黄埔毕业的，何应钦也不是黄埔毕业的，啊，陈诚也不是黄埔毕业的。所以换句话说，黄埔其实对中共来讲它的影响更大。那说是说这个黄埔军校毕业生推翻了中华民国的统治，我认为这不过分啊。所以如果是一个其他国家的话，黄埔应该是一个相对不是这么光荣的标记才对嘛。啊，对中国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来讲，那这当然他还是要以此为荣，这个我就有点觉得说啊搞不太清楚了。因为纯粹就抗日来讲，很多人其实是童玉祥啊，这个张宗昌啊，像大家知道最熟悉的张治中将军，他就跟黄埔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这个马英九还特别要去纪念他，其实他跟黄埔没有什么关系。黄埔真的就是一个苏联援建的一个革命团体。那站在中华民国来讲，如果要真的反省体察以前被中共赶出大陆的这个问题的话，现在还在纪念黄埔，这在其他国家来讲是很难相信的。不过他们既然要纪念，也就这样纪念了。第二个就是说，中共包括台湾这边一直强调说黄埔精神，其实跟空军海军来讲黄埔有什么关系呢？黄埔是陆军啊，这个中华民国空军中华民国海军其实另外有另外的系统，跟陆军为主的黄埔也没有关系。硬要扯黄埔，老实说这个就是真正中了中共统战的伎俩，因为我刚才讲第一个，他抗日的人绝大多数重要的人物其实不见得跟黄埔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黄埔培养出来，作为中华民国敌人的人也蛮多的，所以这个大家讲，当然台湾人是很难接受，海内外的人其实都很难接受。但是我认为黄埔既然已经被中共充分的染红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强调这个黄埔的精神，就要格外的注意，不要让中共有办法利用。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台湾朝野对这个自觉并不高了，所以这个我想马英九去，这次呢，这个我想也是为以后这个黄埔的活动啊，黄埔的这些人，前往中国也是开了一个大门。因为你现在没有任何人说，可以就是说他的官比马英九大吧，对不对？比总统还大的人没有啊，那总统都可以去，我们这些官比较小的人为什么能去呢？那你说掌握机密，那这个总统掌握机密还会比我们少吗？他都可以去，我们都可以去。所以我想接下来黄埔作为这个中共统战的一个工具，这个名号，其实这个将来一定会更加的频繁，而且会更加的密集。那而且呢，对台湾来讲，很多黄埔的校友，这个说什么要回去参加校友会，这我也觉得蛮奇怪的。这因为他们很多人根本也没有在那边念过书，也没有在那边这个毕业，然后就对于这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有这么高的这种精神，我想这个在台湾，或者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讲，看起来都还蛮奇怪的。不过，这一点我觉得目前来讲海峡，因为两岸因为语文相同，这个言语相同，所以像这些共同的历史遗迹，我们就要格外注意，要有本身台湾自己的主体性的论述，不要被这个中共所影响所利用。